说，你永远都是那句，哎呀，他恶心，他 K 你人头。嗯，然后永远都是输，永远都是输。他 K 我头，姐，我真没办法。我看一下是几楼，我看一下是几楼。你为什么没办法呢？你也是个人。哎，我想到一个办法。为什么你就没办法呢？我想到一个办法，等一下我故意放他塞拉斯，让他别帮我拿刀，然后我抢塞拉斯。那你也不行。然后让我的老板玩男刀，然后我再跟他换一下英雄。那我最后一次做你的梗，好吧？真的，我真的，我来乱杀，是不是？我等一下，我看，我先看一下我是几楼，我先看一下。用用嘴巴干啥呀？我先看一下我是几楼。哎呀，今天晚上都给我结多少次账了？我好像就只给你结了一次，是吧？结一次是一个人头的那一次啊。让我姐拿塞拉斯，姐消消气，真的。我拿男刀，一不在三，有一有二没有三，这把一定拿下，好吧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我是几楼，我看一下。这个可以、啊。只想弱弱的送你一句话，就现在不能，他不让我换、嗯，不然我真的想跟你说句，我信你妈了个象拔蚌。我真的，你要相信我，真的，你别这样，真的，对我有点信心，好吧？这把真的随便杀。你姐这睫毛都快哭出来了，今天晚上这个人太我不求你这个人赢多少，就你先恶心咱们的，别跟我一直输，别哭哭给人送，所以说兄弟们，我们不要对他有一丝怜悯，你就拦着让他不要拿人头，这点行吗？行吗？行行，他拿不了人头，你放心。我说这话你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，他一个人我说这话管不管用？我就问你，管用。嗯，行。管用，管用就行、嗯、啊！我倒看看待会儿管不管用。我看一下，我是几楼？一楼。我真的他妈严重怀疑你是他妈牙牙派过来的细作，知道吧、啊？我是四楼。你就是他妈过来，不是真不是，过来故意演给我看，然后最后你俩分赃啊！你这话可别乱说啊！行，我这把放你塞拉斯，好吧？哎、行吧。嗯，你不放你是狗，行，我放你全家暴毙，好吧？可不可以？我放塞拉，我放塞拉，我不搬塞拉斯、okay. 行不行？ Okay. 你别搬我男刀，可以吧？行，我不办，我不办，你别办难道啊？这把就一v一男人大战 ，OK， 我不办，我真不办，谁办谁是狗，行，谁办谁是狗，谁办谁是狗，谁办谁是狗，对，谁办谁是狗，好好好，谁办谁是狗，姐，咱不办，咱不办，咱不办啊，嗯，真的是，你以为你塞拉斯很强、啊？哇，这个一楼吓我一跳、啊，你以为你塞拉斯很强、啊？我告诉你、啊，就这把，我算你是个男人，行吧？嗯，就我们直接拳击，好吧？就看谁的拳头硬。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说你塞拉斯多牛逼，我放了塞拉斯啊，我放了。对面选石头人，我操！那我玩个塞拉斯不过分吧？我玩啊！我玩啊！你以为你他妈给你放的？你个死废物！你配啊！你是真的狗！你配拿塞拉斯吗？你个死废物！你给我死！你给我死！你是不是人？你玩你大爷！老板，你老板，你玩的，老板，你选男刀，老板，丫丫姐，你选男刀，我咱俩换一下。我选你大爷！我宁愿给我老板玩，我都不给你这个死废物玩塞拉斯。我玩你大爷！你玩你个球！你玩我玩你个仙人玩！你玩你给老子把塞拉斯放出来！哎呀，对面选男刀了，那对不起，那我自己玩塞拉斯了，我也会玩的。你别当狗，真的，你别当狗，哎、你别恶心人，很烦、啊，好吧。很烦，你别恶心人，好急，好急，急死喽！哎呀，我给你教学吧，塞拉斯吧，你个死废物！你给我真的，我来吧，塞拉斯，你给我死！你给我死！你给我真的，你要是男人，你把塞拉斯给我，真的，你配吗？你他妈要是男人，给我塞拉斯，你给我塞拉斯，你不给你就是狗，你就是秃秃的纯狗，你配吗？你是死纯狗，你配吗？你真该死啊！你真该死，知不知道？你就得死，你咋不死呢？啊，你玩你妈塞拉斯啊，拿我英雄办我肯定在你后面死，你先死我都不带死的，你现在死，你死，你死！他急了，姐，他很急。他有点精神病，我看啊，我受不了了，你死了，我真的，我手里死。他这一小时100块钱，他是嘴巴上补偿的吧？啊、给我是不是有打游戏？打游戏10块钱，然后骂人90块是吧？是这样子定的单价吗？嗯、
我来吧，塞拉斯姐，我也会玩的，我塞拉斯绝活的，讲道理。我这个死废物还想玩塞拉斯，你也配说是吧？啊，说话，想拿塞拉斯是不是？说话呀，我是你爹，我说话，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我就不说，说话怎么了？赶紧说话！哎呀哎呀，聊天我就不说，怎么了？赶紧聊天呢、啊？我聊你，我聊你个球，你聊你不配！赶紧聊天呢、啊？你不聊天怎么分散注意力呢？姐、啊，你看一下这个人，这个人的嘴脸，你看他贱不贱？我真的是日了狗了。啊，哎哎，说好，哎，我不放你塞拉斯，但四个男人就一v一大战，结果呢？我放了呀，抢我塞拉斯，我放了，狗狗我放了呀，确实没办呀，我放了呀，他没给我，他就是狗。那你为啥不排到前面楼上去呢？我确实放了呀，楼下去呢，我确实放了，想得到呀，他那个二楼啊，咋了？塞拉斯就你能玩呗，我不能玩呗，谁规定的？你配吗？你配玩塞拉斯吗？这个英雄你配吗？姐，我跟你，我这把给你教学一下。真的放在你的手里，真的恶心，知不知道？哎呀，这个英雄你我 K 头可能 K 不过你，在你的手里就是糟蹋。K 头 K 不过你，就是糟蹋。K 头是 K 不过你，但是玩的话应该比你厉害一点，该说不说。哎呦哎呦，比我厉害！哎呦，有本事你也上三十一个，你能吗？你不行，你又哎呦上了，这辈子都杀不了那么多。你这百合姐，给我上一个。百合姐，她又 A O 上了，她又 A O 了。你这他妈点的谁呢？哎呀！你傻逼吧你！那年我双手插头、哎啊，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，是不是？说的你插你大爷！你插个球，你哪有兜、嗯、啊？你没有兜，你不配。姐，我把手从裤裆里面掏出来了，我这把好好打。老子单手给你拎起来，你双手。他的兜都是我的兜，就是掏的小姐姐的兜。掏他兜。我真想笑，好吧，我就想笑。来，嗯，掏着我姐妹的兜，笑出来呗。姐，游戏开了，姐。嗯，我真想笑。你就说我塞拉斯放没给你放吧，也没放。嗯，你放你妈买皮，你放，你放你爸买皮，你那叫放。别嘴贱啊，别带父母，好吧？嘴鸡妈跟下水道一样的。那我那你没有叫，那不叫带父母，那叫方言，那不叫父母，那叫方言问候，好吧？时常的都是这么问候的，好吧？你问候你奶奶个逼，你别问候啊！你老板正儿问候、哎，正儿八经问候你奶奶。你辅助来，你跑上路去干啥呀？那我去当辅助了。你他妈是真的狗啊！我都当不了辅助，玩不过就知道了，就会玩这种恶心人的。我玩不过你，你说你狗不狗啊？我赢你几把了？你真的是臭水沟出来的老鼠人，你自己数一数，老子就没见过这么贱的狗。你自己数一数，我赢你几把了啊？好吧，就是贱狗，别说话。我赢你几把了？别说话，闭嘴。急了，急了，急了，急了。你还赢几把了？你就是狗。急了，急了，急了，急了。哎，我就玩把塞拉斯、啊，只会玩阴的，我就玩把塞拉斯、啊，你怎么这么急呢？你别急啊。他急死了，他急死了，真是土狗啊！你好急哦，我就玩个塞拉斯而已啊，你不用着，不用着急的。哎呦，玩塞拉斯啊，有本事给我呀！那是你能玩的吗？你不配玩好吗、嗯？我这把给你教学一下吧。不配，好吧，我这把给你教学，我需要吗？我需要吗？我上三十一个需要你教学吗？肯定需要的呀。还教学我？给你妈老拿上一个说话，你瞎逼吧你！你老拿这个说干嘛呀？听到没有？三一个是你过赢的吗？来来来。你就让我看看，来来看看这个英雄，看你会不会玩，我就看，好吧，我看你是不是在侮辱这个英雄。你玩塞拉斯，真的不要恶心我，去呗，就正常打给他看，不要玷污这个英雄，好吗？不要说你会玩塞拉斯，不要说你玩过这个英雄，好吗？行不行？你在说什么呢，小废物？哎，小，真的是你才是小废物啊！你是废物中的废物啊！小垃圾啊，在这里跟我装逼，啥也不会。我需要跟你装逼，我都赢你几把了呀！只会抢英雄，我不搬英雄，你也没赢呢、啊。讲道理，你做的好。哎呦，你搬了我英雄，你跟我说逼逼啥呢？你不搬英雄，你没搬啊？不是真的，你不也搬了？你别跟他叭叭叭叭了，你妈了个逼！你搁这真的说的我烦死了，能不能给我男人头？能不能给我男人头？啊，能不能男人头？被打交叉了，能拿下人头。哎呦，差点被单杀喽！差点被单杀了。要你管啊！你怎么了？嗯、差点被单杀喽，被打回家了。哎呦！能不能好好拿人头了？能不能？哎，好气！哎呀，我跟你说话呢。
可以可以，姐别去，别让他 K 头，他想 K 头的，哟、哦、死了，哎呦差点，想 K 头自己死了，没有意境呢，哎呀没有意境呢，有点可惜，你怎么给我中路送人头呢？啊？哎呦哎呦，你怎么这么恶心？你这个现在中路游走，你在干嘛？你在中路吃蟹？你还好意思说？我吃蟹啊？你怎么这么恶心、啊？我肯定这里吃蟹，你怎么、啊？你别给我中路送人头啊！讲的别养爹啊！哎呀，我被中路送了头。哎，你在搁那吃蟹啊？对面打野你别养爹，啊、对面打野传我去。玩归玩，闹归闹、哎，是不是玩不起了？开始给中路送双 buff 了，还送个头，送两个头，哎、送一个头。真想笑。他急了，他好急，他好着急。我不想说话了，好吧？嗯、明明就是你先恶心我，真的太狗了。那就把狗嘴闭一下，好好过男人头，别跟他嘴炮了。赶紧说话呀！啊。哎呦，我这边都哪一个人头了呀？你还没你不说话怎么开心呢？你现在不想说话就不说话了啊？嗯，说话呀！真的，你还不如跟你我说什么呀？他妈中路直接一直不管的，他不游走。哎，别人中路知道游走，他不游走，他给他中路吃蟹，跟狗一样在这里面呱唧呱唧在这里呱唧。你给我说破理由是干啥呢？我为什么要？你跟我吼你妈！真的，你妈妈一直跟我吼。我不是吼，是他太恶心人了，真的，他就知道恶心。哎呀，他还吼老板，哎呀，单挑了啊！哎呦，他一直恶心我，太恶心了。拿人头了，哎呀，拿人头了，拿人头，双 buff 哦，原来你是给我送双 buff 的，谢谢你啊！哎呦，你看到他在恶心人，知道吧？原来你给我送双 buff， 不让我刷野，你没看到对面蓝刀吗？又不能低着去拿人头吗？对面蓝刀来找我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原来你是给我拿头，每次都是别人针对你。啥都是别人的原因，跟你没关系。你看，你看，他不是死了吗？我死了，我拿个头。说什么叫死了？他怎么死了呀？你叫什么狗叫什么？你不是死了吗？我拿头就行了。狗叫了呀！我拿头就行了。怎么死了呀？狗叫。我拿头就行了。我拿头就行了。狗叫，继续狗叫啊！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哦，拿人头，拿人头，狗叫。哎呀，好不容易找到一次机会啊！好不容易找到一次机会啊！狗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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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狗叫。哎呀，什么狗叫了？某些人零杠一杠零，然后呢，我一杠一，好急哟哟。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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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狗叫嘞？呦呦呦呦！别送给男刀啊！干嘛呢？他现在反向操作了是吧？呀！别给男刀送头啊！呦呦呦急！哦呦呦呦，好急哟、哦！哎呀，急死了，好急、啊！你看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对面对面打野知道，气死了！游走你在干嘛？中路知道游走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告诉我你在干什么？气死了！气死了！气死了！好急！你有什么用？你告诉我。好急！好急！好急！现在目前还是他这个大手没用来的，我都忘了。姐，你放心，我失去的我会拿回来，好吧？我偷他大有啥用啊？你拿回来，你拿呀！就说，每次都说，就你长了一张嘴，你真的，你除了这张嘴，谢谢你啊，啥都没有。哎呀，我这波线我可能吃不到的，本来。哎呀，还得是你！哎呀，吃不到来，我帮你吃了。明明暗里帮我抓人，哎呀，还得是你，你是最佳第六人。哎呀，还抓人，我帮你抓线，哎，抓人。哎呀，我得感谢你，本来这波线我吃不下的，吃不了的，懂吗？哎，指挥阴阳，哎，恶心人，嗯，不要跟狗一样，好吧？还得是谢谢你。你别搁那给他骂了，你拿人头啊！你妈了个逼我，我真的是我恨不得七把刀中去给你剁成馅了。别搞，我现在已经被搞抓了，他办。我英雄，他打我英雄就算了，他还办我英雄。1-0，1-0，两个鞋天使1-0，一比零，哎，他就是多拿领一个人头，现在。咱们目前领先一个，不急的，好吗？还得是你呀、啊，啊，明里暗里帮我拿头，还得是你。没有你怎么能拿头呢？跟狗一样。哎呀，没有你，你不要在这里没有你，没有你骗双 buff 怎么拿头呢？一个头拿不到呀。狗叫什么呀？你狗叫啊！塞拉斯到现在才一个头，你有什么用啊？嗯、你会玩塞拉斯吗？哎、我比你多就行了。我都拿十个，那起码有头啊。起码有头，某些人连个头都没有。起码有头啊！是是有头有什么头啊 ？K 的头啊啊！关捡残血是吧？哎呦，真的想笑，哎呦，你笑就多笑一点嘛，你多好笑呀，多笑一点，不要跟狗一样好不好啊？好笑多笑一点，你还卖乖，好笑多笑一点。哎呀，你别他妈跟他说，我操你妈！你看，不是啊，他拿我英雄啊，老板，你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好吧？他能还给你吗？问你，他能还给你吗？哎呀，那你骂他呀？你说我干什么呀？人头落后还是不动啊？哎，你为什么？你做陪玩，我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。你给我拿不了人头，就是你的错。
人头落后还在基地呢、哎、为什么他刚陪完只会一个英雄呀？不知道啊姐，什么叫只会这个英雄啊？这个号里面只有我塞拉斯能玩、就是、懂吗、嗯、没有我能玩的英雄、就是、就100块钱一小时的就只会一个英雄、哎、然后30块钱一小时就三个主角，你刚刚不做个英雄端的呢？100块钱是这样的、啊、不会有人已经死了 吧我死了你拿刀头啊啊呦呦小 K 拿刀头，你也没拿头啊？呦小 K 拿刀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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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拿上。哎呀你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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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了哎呦笑呀，你又笑了，死了多好笑，大招呀，死了肯定得笑呀，哎呦对死了肯定得笑，不是也不知道谁先死啊，嘴多硬啊，嘴多硬啊，哎呀给打野送人头啊，啊就这样，怎么某些人打野怎么0-3呀，啥情况啊，哎呦哎呦1-2有什么用啊，你叫什么哎呀，没事，下路是两个头，怎么0-3？怎么一直 AU 啊？江道力，你他妈能滚去拿人头，能不能？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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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急啊！放心，放心，不急。这两个人头都是我的，嗯，这两个人头又是你们了。哎呀哎呀哎呀，又拿人头了呀！啊啊！哎呦，没事没事，我拿了、怎么给他干了一个人头了？黑了一个，没事，还是奥比。哎呀，怎么回事、啊？给他黑了一个、啊。哎，叫啊，狗叫啊！我操，我没拿头。过年了，哎、过年了、哎，理解一下他，理解一下他。怎么狗叫了？我人头比你多呀！不许去狗叫！不是我人头比你多呀。哎、多一个，好多啊！狗叫、啊、肯定多呀、啊，一个头还不多吗？啊，你1-3都开始叫了，我2-2还不能过大年了？哎呀，好气啊！你1-3还这个一直逼逼。他一个头就过年了，谁给你的勇气你搁那叭叭叭呢？我没有姐，我拿到一个头不是好事吧？难道他妈的还有闪现？我操，被单杀了，哎呀谁呀，被单杀了呀，乌鸦他偷不了。嗯，为什么这个人的嘴这么硬呢？讲道理姐，没事没事，咱们今天都赢他一晚上了，为什么还能嘴这么硬呢？嗯，又想 K 头，又想 K，哎呀，哎，没大招了，差点死了哟！等下个 EQ 他死了，姐我来了。嗯，姐你在上路是吧？我应该偷个石头人大的。啊，妈真后悔呀、啊，肠子都悔青，这大概是我他妈玩这红毛局到现在为止最傻的事。哎呀，淡定淡定，淡定不了一点。淡定，又拿一个，我操！哎呦哎呦，你看吧，我就说淡定一下，我这区别不就又拿人头了吗？放心，我一会儿就继续拿回来。我武器，我这个英雄后期真的无敌，相信我。对，后期真的无敌，对你得相信我呀。就是等到18级以后很无敌，我懂。飘闪了。我懂，等到18级以后，这乌鸦有就差10个人头吧，是吧？你放心，这把一定拿下。乌鸦应该毙，你别再说我了，真的，我肯定给你杀人。又超两个呀！我操，又超他两个头，怎么办？我一点都不想说，你以为我愿意说你啊？我骂的我他妈都累死了，我不骂你没用啊！你他妈的你就跟着叭叭叭的说、哎，超三个了，人头不见长。哎呦哎呦，又拿人头了呀！对，又拿头了，我操，咋办呢？超三个了。我这操作可以呀、啊。还行还行，基本操作。基本操作，超三个了呀，咋办呢？哎呀，那怎么办呀？超三个了呀！我看看你在干嘛呢？没事，我这波反蹲，反蹲可以拿两个人头，等他们越塔。哎呀，有人要推我塔了，怎么办？他开始捡人头了，姐，他要捡人头。哎呦，想捡头没捡到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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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给他捡到一个头。哎呦，没捡到。捡到一个了，哎呦，这不是拿了一个人头吗？怎么不装逼了？不狗叫了？超你两个呢？超你两个呢？干嘛呢？哎呦，狗两个好多呀！怎么不狗叫了？超你这种废物两个确实不多，确实不多。哎呦，不知道谁是废物了，只会抢人家英雄。对呀、啊，讲道理，超你这种废物，感觉两个头确实太少了。哎呀，我这一把确实菜，怎么超你这种废物才超两个呢？哎呀，在这里装逼。哎呦，
好恶心哦，只会搞那些阴险的小手段，有什么用？哎，又哪一个？抄你三个了。哎呀，又哪人抽了？哎，确实太少了。现在有什么用？姐，啊、咱们抄他两三个确实不太行啊，讲道理。要多抄一点也不行。确实不行啊。抄这个废物才两三个头，你说怎么行呢？确实太少了，不太行，真的、哎、不太行，确实太少了，真的是。哎，我得好好抄。你有什么用啊？啊，又被单杀了啊！你有什么用啊？被单杀了。你有什么用？你告诉我来。姐，我杀人了，刚刚。姐，我刚杀人了，我没用。你看，啊、我是不是杀人了？刚刚。我这边你杀人，你头比他多吗？你人头是不是比他多？你说话这么硬气，谁给你的勇气啊？他是逆天，懂吗？姐，你放心，肯定不是梁静茹给的，但是我真的已经真的在帮你杀人了。可不咋地，可不咋地。你差点，你真的你就怕生怕坑不死我是吧？我跟你没仇没怨的。没有，怎么会呢？因为有啥这么对我呢？你给我说说。哎呀，中路怎么有一波兵线呢？肯定有兵线、啊、哎呦怎么还被我抢了一个？某些人闻着味就来了呀。明明是天上地下的。哎呦我他妈跟你说话呢。想去 K 头。我在呢老板放心、哎、我在帮他，我在 K 他头、哎、我在跟着他。反正也才抄三个而已嘛，我在不要着急。我在注重集中力在 K 他头，想办法把他 K 他头。三个、啊哎、他要死了。老板他要死了。他要死了你看他没闪现了、嗯、他要死。死了也没关系，有人头就行。等他死了 OK 那么多人围着。哎，不是吧怎么会有人死掉了呢？不是吧这要拿人头，怎么会有人死掉了呢？那不是还差两个吗？我不知道的还以为反超两个了呢、嗯、没事姐没事。哎呦不是吧，怎么会有人死掉了呢？抄他两个、哎、他又捡了一个头。哎呀这个死废物。嗯，哎呀，嗯，你别顶我嘴废物。嗯，那个死废物还一直来呢。嗯嗯，五个头他三个头，我先抄他两个。嗯，你的陪玩怎么？没事，还有两个。你的陪玩为什么你说话他的听都不听呢？蒋道理，一点不听呢。我怎么没听啊？我听了呀，啊、我在专心杀人啊！姐让我专心杀人，我就专心杀人啊！你杀个鸡巴的人，我抄你两个，你杀什么人？你看我是不是杀了？我就想知道你杀的人呢？啊人在哪里、啊、三个啦姐，我三个不是人吗？三个也是人啊姐，你放心，有五个。真的姐，我已经杀了三个了，还差两个呢。我已经很尽力的在杀人了姐，你要看在眼里、啊、那就再尽力一点。好不然对不起丽芬，对不起我给你上花钱知道吧。放心姐，我这把一定拿下他。咱们这一把塞拉斯小菜鸡在这里给我皮，你们是想看我还嘴还是想看我杀人？得选一个。我不还嘴呢你们又说我没张嘴，我还嘴了的话你们又说其他的。咱们这一把领先了我还不嘴回去吗？啊你这打野不行呀。嗯，没蓝了，蓝没了。永霜，我下一波得出个这个呀，没办法呀。嗯，姐，嗯，姐，好好的，真的，我能杀回来，你相信我，真的，就是他们太狗了，杀人，恶心我，你知道吧？他们不恶心我，真的，我这把已经杀了好多个了。你这个死废物需要你恶心吗？每次都是这个理由、啊、我几把了，我听了多少遍了这话。姐大他，你们有大吗？我没大招，没大招。我操他妈的。嗯嗯，这打野不行啊，他也不会抓呀、啊哎、我的塞拉斯早知道应该让你拿打野才行啊。也没事。嗯，我完成这个 P 要我领先两个头，不能还嘴啊，有问题吗？我领先他了，我说他有问题吗？啊，没问题吧？
我说了又说我其他的，我不说的你没有说我不还嘴，我操，我服了。那到底是还呢还是不还呢？小姐姐现在还差两个呢，小姐姐。对，差两个。那他是个废物，我能有什么办法呢？我这一把一个石头人大没偷，我操，我得偷个石头人大。续杯加油，再多多拿几个。我在呢，我得偷一下石头人大。姐，你放心，我马上就发育很好了，好吧，嗯、姐，你相信我。相信不了一点儿。真的，你可以信我的，姐。这把人头能超过十个吗？我信你让我亏死了。这一把他妈对面太肥了。我信你让我赔的底儿朝天吗？信你啥？哟、哎，哎呦，想 K 我。哎，我被控住了。哎，想 K 头。嘿。啊，这个人头本来是我的，你看到没有？想 K 头。他太狗了，阴险。这个人头本来是我的，他过来 K 我头。想 K 头。姐，你看到了吧？真的，哎、他过来 K 头的。姐，你看他 K 完头他去送，哎、他把经济、哎、他拿了头他就去送。这个南刀锋他妈有点肥，我操！我跟你说了，我不看结果，我不看过程，我只看结果。姐啊，真的。嗯、结果你不如他，我没有，就是你废物。我没有骗你，真的，他都是他在恶心我。我操！你比人差呗，你不如他呗。超他三个，真的姐，我没有比他差，我得买一个，他比我差太多了，十万八千里，他选我英雄，他还扮我英雄，真的，他真的不当人，姐，你配吗？就你玩，就你能玩塞拉斯啊？啊？但我玩塞拉斯至少玩的比你好呀，你不是说要教我玩吗？怎么塞拉斯？哎，你塞拉斯玩的好，怎么被我船长赢了一把呀？啊，哎，为什么不能杀的比我多？怎么比我船长玩的还菜呢？你塞拉斯姐，真的，我真的在尽力的杀了，你不能怪我呀。他一直 K 我头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哎呀，哎呀，还行，我操，这个头还被我杀了。OK，、哎、我得买一个银。可以，哎，四个人头了，我真是醉了。上，哎，漂亮。他在旁边、yeah. 他在旁边 K 头了啊，他想 K。 嗯，哎，我先跑了。能跑吧，好，大招，开大招跑。我操嘞。嗯，我感觉这个打野的大，我偷他一点用没有。我操，7比3，四个人头，你当然上了。这个你好歹一个一个往回追呀、啊！我没血了，姐，不是不追，我没血了。哎、五个了，哎，五个了。姐，我真的没血了，我不是不追啊，姐。每次都是我要教你怎么死，跟着他、哎、怎么去抢他人头，怎么恶心他、哎。我已经把伤害，姐，我把伤害打完了，我把伤害打完了。哎，这个打野的大一点用没有啊！真的，你不能冤枉我啊，姐，真的，我没有不杀人。是我冤枉你吗？真的，我再杀了，我一直在杀了，你别催我了，姐，真的求你了，别催我了，我真的，我给，哎呀，真的，这大没什么，我得好好杀了，姐，我不催你，我催谁？好好杀，杀到现在九杠三，一千块，九杠三，石头人不在我面前呢，我不催你，去找我说催谁？我催他少杀点嘛，他听我的吗？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他，你叫他别 K 我头，真的干什么都行，他听我的吗？叫续杯别 K 你头，可以的啊！你这话说得出来？哎，我在这边，我们在这边玩包包，你叫他不要拿人头，我已经超他六个头了，好吗？我看到了，刚刚说了六个头了，六个头，还行。六个头，这开始翻倍了是吧？哎，这个人头等下拿了，拿下来，我去撞他看一下。石头人呢？我操！我得偷石头人道，哎呀，七个，哎，可以，废物，哎，八个，哎 ，nice， 石头人他压根不出现在我面前，偷不了他道，一个你都抢，你看到没有？我跟他对话，说实话，随便拿头的，真的，非要过来骚我，
姐，我拿人头了，看到没有？我真的尽力了，看到没有？他不在，我是不是杀了？姐，说明问题是什么？他还在 K 我头。可以的，他不在，我随便杀。他打不过的人，我能打得过；他打不过这个男刀，但是我能打得过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他菜，姐姐。这个头我能吗？他菜不菜的不重要，你咋听不懂人话呢？哎，又回来了，看到没？真的，你看是不是我是不是杀了那姐姐？你看看看，我刚刚是不是杀了那个男刀？他为什么打不过男刀？我能杀。杀完之后他又杀回来了，哎呀，又拿一个。因为他会 K， 拿一不是像自己本事。杀几个了？九个差距了。差九个了，九个了，还行。我只要人头，能听懂吗？只要人头，别的我啥都不想听。你别跟我说啊！怎么越超越多？哎，某些人怎么死了呀？怎么越超越多呀？怎么又死了？姐，咱们这个人头，我放心，我放你们的心啊！我拿什么放心啊？咱们这个人头是越超越多，能追上来的。姐，你放心，这把我马上能撑到后期。你看我等级比他都高，姐，你看到没有？他才13级，我已经14级了，姐。比等级的，看到没有？确实比等级的，对，应该比等级。你看，他才13级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人头是 K 的，应该比等级，不是靠本事打的。你看又拿一个，哎呀，我他妈的，我真的是够了。十个，现在十个了啊。十个还行吧，拖他套。还行吧，那又超出我的预想了。你上一个两个了，你搁那嘚瑟，你说有啥用啊？人超你多少个，一晚上多少个，你给我输多少个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个废物废狗！你别怪我，真的已经在尽力杀人了。你都看到，你也看到刚刚那个情况了，就是因为他在，所以我陪我头。我啥都不想看，我只看战绩。哎呀，真的姐，你看战绩就是目前14-4，差十个。我不用你告诉我啊！没有友情提醒一下。我跟你没友情。没友情还不是吗？哎，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呀。那怎么办呀？徐飞，要不我们让他一两个人头吧？嗨！哎呀，让这个废物别着急，真的。他只会 K 头，他啥也不是，他除了 K 头什么都不会。十四个头，超了十个头，怎么越超越多呢？超十个，我也不知道我。哎呀 ，K 的头洋洋得意，只会 K 头。哎、你好像听不进去，他们是上路了。你一直找这么多破借口，啥用啊？你人头落后，你就是废物，知道吧？你就是个废狗。你说我咋就瞎逼点了你这么个玩意儿啊？哎呀，真没有姐，我没有啊。又拿一个，哎呀靠！哎，这对面打团有点厉害啊，咱家还在带线呢。没事，咱人头优势就行，无所谓。已经优势了，姐，15-4，11个，还行。11个，还行。是他快，他快是他人头的3倍了。只能说是打野差距。是的。姐，你要相信我，真的，你对我这么不信任，我怎么杀呀？我真的一点动力都没有，姐，真的，你相信我吗？哎呀，相信我，这把又输11个了。他恶心我呀，姐。哦。真的侮辱我。相信你。又赚11个了，哎。姐，相信我，这把再给你输11个，姐，相信我。我相信呢，来给兄弟们抽个等级红包，大家现在把屈服加角色名加支付宝加信发在弹幕里面，我弹幕截图随机截取一名幸运观众，将会获得等级诚实的红包。如果你没有号的朋友，现在可以花个2秒钟时间注册一下。怎么注册呢？关注酸奶电竞，回复咨询就可以注册了，只需要2秒钟。这个月的话会有50万的现金会抽给大家，好吧？所以大家赶紧去这个注册个号啊，我们先给他抽个等级红包。然后我的后台可以查询到你的数据，如果你是200级以下的朋友呢，直接给你转1000；如果你是200级以上的朋友呢，直接给你转等级诚实的红包。当然呢，你不能用其他人的号，因为我抽完奖之后，第一，我的后台会核实；第二呢，助理会二次核实。跟大家先说一下，好吧？大家现在把屈服加角色名加支付宝加信发在弹幕里面，也就是说大家只需要有一个号就可以参与我们这个月50万现金的一个福利抽奖啊，不用花任何钱。好，那么直接开抽，好吧。
三二一停。空军一号魔教矮子王1909区，看一下1909魔教矮子王，好，426级，可以，恭喜这位观众啊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426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助理核实完毕，如果没问题，是你本人的号，直接给你转4260，好吧，4260块支付宝现金啊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昨天中奖的517级，直接转了5170啊，支付宝转的。现金，实打实的现金，好吧。所以大家平时玩那个天剑奇缘呢，有时间就可以多升级，等级就等于钱，好吧，多升级啊，多升级就可以了。姐，我这边不打了，姐，我这边不打了，我这边有点事啊，不打了。嗯、对对对，我行行行，那今天我让金人王给你发鸡腿吧，好吧，好好好，我多给你点。好好好，好的姐，好的。哎、那我走了，姐，我帮你去宣传宣传。OK。嗯嗯。来。那这个时候干嘛呢，兄弟们？咱们等级红包也抽完了，来，兄弟们赶紧上号啊！这个时候咱们就得玩《天剑奇缘》了，一点了，一点可以玩一下。嗯。